静姑娘身上的毒无解，这个其实是同她身上的毒毒性相当的剧毒药物。眼下既然无药可解，只能先试试以毒攻毒了。 只能如此了吗？消楼主，体质阴寒，若输入内力，自然可以助静姑娘消除体内毒火。可是，如此一来，消楼主恐怕……一旦发作，便会五脏俱焚；以毒攻毒，会有两股花毒在体内相撞，彼此消亡。喝下之后会稍有一些痛苦，你得忍耐一番。 萧雨晴，你干什么？萧雨晴，你重伤如此，怎可再用内力？你快住手！